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好了，就自动化。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希望怎么样？希望在做那个枢纽自动化跟删除这个自动化部分。那怎么做我看干脆请各位把刚刚那个档先关掉好了你重新再开那个这个另外一个档算了，因为如果把它放在一起感觉会比较混乱。你们干脆就开那个什么问卷调查零二好了因为这个零二的话是已经做好的，一样呢，你就是把它怎么样？这个到欧蓝的部分把它选起来，把栏宽调小一点好了，因为这样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就是右边的东西先让它调小一点，OK。然后将来的话呢，我们就是反正知道里面的东西，大概就是问卷调查里面的结果，那一样把那个栏，把里面的那个框线设定一下，常用里面的框线设定一下。我刚刚讲过，色彩的话跟红色内框外框，OK。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统计每一个栏位。假设我今天希望 B 栏到 O 栏里面帮我做出那个百分比统计。那怎么统计？一，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二的话，它帮我把范围选起来，按确定。再来的话，请你把那个性别拖拉到列标签，那值的部分呢，也拖拉列也拖拉那个性别反正列标签跟那个值都是那个性别那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拖拉的不是数字，它就帮你加几个，也就是150，它总共好像是里面调查的问卷里面Ctrl向下，总共150笔记录。那其中的话呢，性别是，那个女生的话是62个，也就问卷的对象有62个女生，88个男生。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最后显示的结果不要是用几笔，而是我希望占100%多少就好了。OK，假设这比较简单。如果你要把这边变百分比的话，记得就是从哪里呢？值的这个地方有个箭头又在右下角。点一下之后有一个什么值栏位设定的，那其实如果你将来要变更的话，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做一些设定其实非常简单，你就点下去值的。那其中的话，当然未来你当然可以发现，在要值的方式如果你放的不是一个数字的话，它固定就是预设值是项目个数，其实项目个数就是 count 了。那后面其实应该就是多一个 if，如果是女生，如果是男生，他帮你算，OK。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加总的话，不过如果你按加总，应该显示错误了，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它没办法帮你加总最大最小也不行。所以其实如果你里面放的不是数字啦，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项目个数，除非如果里面放的是数字的话，它就可以用其他的效果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把它切到值的显示方式，旁边这个预设值是无计算，意思说保留原来几笔。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改成百分比的话，很简单，点下去之后的话，里面呢就会可以让你挑选其中一个叫什么总计百分比，你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按个确定就可以了。那不过按确定之前呢，当然你百分比如果你要它这个百分比，应该各位之前如果用过了，格式里面也有类似的，或者你可以改什么储存那个它的格式，比如说你不要小数点第二位你可以什么再到这边点一下，也可以要不要小数点第几位如果你要到整数位就好了，你就把这个去掉，OK，按确定，这边有个数值格式的不过你不改这边其实你改外面这边也可以的。只是说因为多一个功能，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按确定，百分比就显示出来了。好，看得出来占比各是59%跟41%。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再帮我产生下一个的话，就是年龄，再来教育程度、职业。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以后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很多很多个。
那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每一次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不是很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思索所谓的那个枢纽分析表的自动化了。那怎么做了？请各位先彩排这个，接下来一样录制这个，只是说呢，后面你可能就要修改一下名称。修改，那问题是哪边可以改？如果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改不如你就录两个，比如一个是什么呢？性别，一个是年龄。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差异只有一个地方，你就把那个地方做变更不就好了？这里的话，我想大概一个方向那再来的话，可能会需要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回圈了那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先把那个我们刚刚的性别先改成那个百分比试一下。